宅住酒店，没想到一个陌生的姑娘跑到了我的房间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决定还是赶紧溜了。这谁家的？这是，还穿着小衣服呢，啊？哎，挺好看，穿衣服，这不像是流浪狗吧？啊，我看看，来，真可爱。你的主人呢？啊，那主人呢？不会生病了吧？哎呀，来，坐，来握手。哎呀，真棒！好，那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哎，怎么是他？眼花了，一定是眼花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完蛋了。